好，那我们也来来。我们小天使也是，啊，他也是打排球的。哦，不是啊。对对对，有带来来来，他有带排球来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柯友。介绍今天我们的这个款式，冰梅十四。什么？冰王棒三级。哦，再讲一次，天王棒三级，棒三级，天王棒三级，好了，谢谢我们的校长，好不好？谢谢校长，感谢校长，来给校长掌声鼓励掌，哇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菜单上上上上，好来，给你们先挑好了，下了，啊，青菜啦，你要这个，好了，哦，好，好，我们。天哥在录影，天哥在录影，你看到什么好吃的？你有看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好，那就准备出发了。那边好好给他们加油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没有歌了，我们就纯粹带大家台北市玩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耶！我来天王唱三七，我来。你要向你女朋友念一次吗？念啊！哎，过来过来，我好喜欢听他念，念一次。好，念一下，大声。天王放三七 ，OK 啦 ，OK 啦，对啊，对，这个将来是有机会。哦，哪里有机会？哪里？啊，哪里？这一段没有啦，没有。他主要他是个性好，对啊，他个性好，你怎么开他玩笑，他无所谓，傻大姐，棒哎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起吃啊！哎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是这边了，谁？这边是冰美食。那个天王放三七，他还可以到，你看到，那他这10000块，反正可以小钱，好吧？谢谢你，恭喜啊，恭喜！